准备出发去北京，训练几天，然后就准备回家过年了，开心。嗯，我带了好多东西啊，啊，回家没打算要装东西。哇，就没带，没带身份证。这么大？没带。不行，我回老家也得带啊。夸夸夸夸夸夸！几点飞机？两点吧。一点半。在机场飞奔的一段，差点没赶上飞机，只能留在上座。差一点，现在马上要起飞了，有点伤心，一路平安吧。再说吧。是拍，怎么掉进去了？防水的啊，防水的。我是巴波奔，他是奔波吧。睡觉了，晚安。赵大师。赵大啊啊那些你和冒险的梦，我陪你去疯，让你足比较在酸走了，从那个方舟工作室现在出来了，我准备去吃个饭。啊，你是要录那个记录？哦，新的战友。我就照一下菜就好了，不照你忘记了，你应该刚才照的吃完了，大家都会做。Hello， 刚刚到家，今天又在外面嗨了一天，然后明天就要开始正式的训练了，加油吧，然后晚安了。